土豆啊，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，我想要三个愿望。说。第一个愿望就是让我媳妇给我买个胸。这个你已经实现了，宝贝儿。第二个愿望，我再要三个愿望。我想让，我从来没看见过天使么么哒，在我直播间里能看见不？我可以实现你，看见没？第二个愿望，我还想要三个愿望。嗯，滚犊子吧。满足不了你，因为我滚犊子了，就没有人可以给你愿望了。继续吧。第二个愿望，我再要三个愿望。我让我媳妇说句话，行不行？子晴妹妹，我的子晴妹妹，你说句话。子晴妹妹，第二个愿望，我再要三个愿望。您说。小熊，你在干啥？我在第二个愿望，我还想要三个愿望。完事儿了，大仙儿，你快走吧。